大招没用，被箭射的箭呆脸，吓直接把他吓跑。去你妈的！感觉这边很风骚，互拼，哎哎哎。哎，尴尬了！我故意的。有一些蛋疼啊。怕你妈趁我没来，他干我。就是。我被虐了你还跳？我跟你说，我故意让，这就是让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做让人头？什么叫做让？习总跟他怒送一血，行不行？在弱势情况下一个对抗，然后以彰显自己的实力，是不是？那其实又被射了一脸。又没声音，对方又通了技能，射他妈老子家呀！出的啥场面？点点点！你刚才那种杰斯，我操，应该肯定都完虐了。